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比心的频道。今天我们要来继续玩我们的迷你世界，我们今天要来挑战这个大神跑酷。OK， 这一关就是要这样嘛，就是跳，不要掉下去就可以了。我有点难，有点难。OK， 哎呦，哎呀妈呀，好虚哦，不能跑呗。已经被他那个了。你这样有跟人了吗？对，你看我就知道下面有枪。啊！重玩了，因为要重玩了，因为他刚全部直接给他爆炸了。我这边超难，白痴哦，烂地图。白痴！跳！我这边圣之丸，潜行剑，跳过来。OK， 再来这一关很简单，这样就可以过了。OK。这边，这个是要踩相框。哦，这边超难的。啊！是你越喜欢我擦，你要不要擦吗？啊？要啦，但是要你先洗澡完。电脑跟电视不一定，本来就可以这样。OK， 我们接着。你先洗澡。你先洗澡，再帮我们擦。哎呀！啊，就像那之前那个、啊。等一下。OK。超难的啦！哦，刚一直复活超难！OK，Yes。我这边超难。差一点，可恶。
有。北七要怎么过啊？等我想好。哦吼耶，过了。OK， 继续，就是不能被打到。哎呦，北七哦，哎呀。OK， 这边。OK， 哦吼哦吼 ，Yes， 这样超人呢 ？OK， 这是什么？啊，跑酷的，哎呦，真跑酷，光是第一关就花了多少个？嗯，为什么跳不上去 ？OK， 超难。两次的，超难的。他是推人是不是？普普通通的跑酷哦，谁不会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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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说，谁不会？这个叫菜鸟跑酷啊！更新了。跑酷了后半段了，你看，弟弟你看，弟弟你看，哎呦，这边会有一些是凹下去的玻璃，所以这边要请这边要小心一点。那边一定要帮妈妈关那个。嗯。弟弟，我们先去。还没有，你先，你要先。OK， 哦，爬栏杆呢就按潜行键。OK。继续，这边不要太紧张，不要太急。OK， 这边也要继续。这边对，不要太急。OK， 对，这边不要太急。OK， 我们继续，不要太急哦，慢慢转。OK， 这样子，慢慢转。OK， 这样就通关了。然后。这也是普通跑酷哦，休息。手速吗？这是比手速的吗？
比手速的吗？弟弟，我要充电。你有要充吗？我也在充。哦，你也在充。OK， 继续。到底要怎么过啊？这边你根本就不是大神。没有，我是说，我只是来挑战而已。我说这边要怎么过？今天就是只有大神技术的，这样就是真的需要大神技术。这边就要连大神哦，要按住潜行键了，要潜行键才有办法过来。然后这边，然后嘞。你刚才按那个复活点吗？按了。这边要潜行键，北西。顶人家！哎，慢哦，慢哦，慢哦。听家里。OK。OK， 然后嘞？再去飞行了，再换飞行了。嗯。然后嘞？有失误，但我没有。应该还是算你失误，因为真正的大神是指这个地图无失误通关。又不一定，大神又不可能无失误通关。可以啊，有。哎、欸，那我大神那在跳的时候，他跳那个炸弹那一关呢、欸？他炸弹那一关我乱炸，那家不就也要重复下一次地图吗？我就已经重过两次地图哦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大神跑酷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神秘什么？哎，是猪。